今天心情不太好，所以服务费升高一点。给你700，不用找，那你的小费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情况这是？狗，没事，老婆，个儿不大，你别害怕。哎呀，这人老了就是不行了啊，遭人嫌弃；人老了就是废物，我走还不行吗？你走哪儿去？你没人嫌弃你啊！哎呦，你就别老逼爸洗澡了。我逼着爸洗澡，我挑三拣四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懂事是吧？我要赶爸走，我逼着爸洗澡，我走行了吗？